好吧，好吧，把歌关感谢没进来的子送的一大堆小资本，感谢感谢感谢，没感觉没进来的子去被剑指五月，感谢子仓送的血瓶。哇，还有一个人，应该就是应该刚刚我杀的了，用 MIDI 杀的那个人，就是我在前面看到右边那个人。但我前面假如过还有一个人，假如过这个人应该比较好杀，讲道理，他刚露的枪有点像个呆瓜。他好像不在假如过，在后边，在后边那个迷宫楼。再去试探一下。是的，没错，他就在后边。躲起来了，这个人。哇，好恐怖这个游戏！哎，我刚是不是看到了，在迷宫楼里边？我刚好像看到那他的那个窗，但我扔不到，不知道看错没？刚刚就那么一瞬间，我在上边，操！我看错了。他喵的，这个人已经跑到上面去了。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他走了，他要去开车。有点像个人机，这个人。像是个人机。四个证人，不能够啊！这个如果是人机的话，他包里边装备不可能这么好，看样子应该是个比较呆的小朋友。下一波，下一波。七六不像吗？七六他不是我不玩，而是以前我也玩过一段时间。他这把枪，最主要我是一个比较擅长中远距离的，近战的话，有些时候确实打不过就没办法了。因为如果我把我的主枪从 M4 换成猛男枪的话，我中远距离也会越来越菜，然后我的近战其实也没有提升多少，因为我该打不过还是打不过。所以一定要知道自己擅长的是什么东西，发挥自己的擅长的东西，千万不要别人用啥就用啥。确实，好多人都用猛男枪，猛男枪确实是个比较实用的一把枪，非常实用，而且非常强。
我也练过一段时间，但是练的那段时间，我发现我的中远距离不行，只能，就是近战也不是太厉害，然后中远距离也不是太好。我开打的。操！我把胎打没打掉。哇，裂开没打掉他的胎。我刚刚打不中人，我就想打他胎，结果胎也没打中，好菜哟！追过去揍他。看上连死个人，这家伙！这个人讲道理来说，我应该能追死。他开的好慢，他开的。他遛弯的在，你老大爷在遛弯吗？你是？在无敌楼里边了，那个人已经。在无敌楼二楼。我就捡把枪再回来揍。可以做到，可以。哇，你在干什么？这个家伙，这个家伙刚刚以为我放过他一马，他以为我枪法不行。小兄弟，刚刚是我没有配件，好不好？你这个还在这溜达，不把我当人看着。真以为我枪法打不下来你啊？这个小家伙，感谢二九送的一个520，感谢感谢。哟，下一步，感谢二九续费的剑士10个月，感谢感谢感谢，感谢梅子奶奶只送了55个小资本，感谢紫仓送的66，感谢感谢感谢。感谢各位送的火粮，感谢各位送礼物，感谢哈用哈送的大卫小主播，感谢感谢感谢，感谢大老虎送礼物。好像这里边还有个人，我溜达一下。没有。这种圈线一般都有人在堵桥的，我直接就把堵桥的揍了，然后我去接管他的堵桥的位置，这不上大分。好像没人在赌球。好像没人在赌球。
我还真没人，没有人在堵墙，什么鬼啊！我平时自己玩的时候，把把都有人堵墙的呀。 讲道理，大家都是疯子，我应该能追到他的。讲道理，操！ 妈了两梭子，我的天哪！这也太麻了吧，这也！什么东西啊这？真的好绝望，这个人，真跑了这么久还是被我杀了。<笑>我其实可以赌一波桥的，对面应该有人。 这波不赌都有点对不起这个圈了。如果待会有个人从这儿开过去，我这样应该能扫下来。讲道理，我这样扫，这样应该能扫下来。在这赌应该也没有问题。 开船上，中招我的签名照。看河里边有没有人在游泳。这个比较想要。发生了啥？不同的一件事，各种各个想要的。 不是他人呢？我操，他摔死了！<笑><笑>
咖啡屋停了个人呢，这个时候我应该去把他宰了，讲道理。我再看一下，刚才我确定一下，这有河吗？那个？那这200米看不到河吗？我刚才明明看见他摔死在那儿了。200多米好像不显示盒子，他肯定要漏给我，在这个地方。我就等着你漏给我那一瞬间。好吧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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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待会再秒他，我先看有没有人过桥。这个秒，我刚才 timing 点没抓到。被他发现了，被他。这样猛男杯，应该，还是要白给的，讲道理，因为白给这种事儿，它不是你想不白给就不白给的，它是会有很多意外，就是很多不确定因素。就像那天我们在城那个叫什么来着，断层，收着，对面的那老干爹就来把我们给宰了，那谁说的准呀？那收着，然后三人一辆车开出去就被宰了，那想不白给也难呀，那是真的难受的。但愿今天的老干爹别折腾我白给了，大家都是好人。真这哪来真的，他杀了个人，哈哈，我把他车打炸了，哈哈，他走不了了。溜了，他也死一个是一个。像这种人头迟早是我的，我这桥都堵他就完事了，大哥。真行啊，你还在这堵我。我思考桥上那个人头怎么去把他宰了。他现在可能已经到这儿了，或者他还在桥上。讲道理，这个人动作应该没那么快，我从上边下来只花了一点时间，这个人现在可能在桥上慢慢的走过来，也可能是跑过来，从那个地方到这儿，然后现在正好到桥头，然后他摔下去再游，现在在游，有没有可能游到海边了？我看一下。哇，你在哪儿呢，兄弟？快出毒呀！哎，他，
觉得很好玩，他跟不见朋友了，这种，我就里面玩的他不见了，真的，比这较个人，惨一点，这是什么鬼啊？被我干死。失踪了，他药肯定是没有我多的，这个人头我必须要把他拿了。要这里，60万，60万，然后门是真六不见百，了。哦，你快76万，扛不了毒了，兄弟，快哦，出来吧！84万，哦，你能没收了，真的。算了，我输了。这个人不出毒，真行啊，这个人。是的，但是这把有点难。我现在贼担心，就是他待会从毒里边出来把我偷了，这是最恐怖的。我这个时候应该去防区里边待着。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安全了，安全了，一下子就感觉安全了，真的，到房子里边来，还能打靶。所以玩单排的技巧就是，前面你可以肆意妄为的浪，但是后边一定要进房。其实我以前也是在浪的，但今天我看了一下那个种豆，还是有很多人不相信我能吃鸡哎。居然不相信我吃鸡！但确实啊，单排吃鸡有点难，就是后期它容易被阴。哇！我裂开了。裂开！今天真的枪有点麻，今天。我去下一把了，兄弟，拜拜。都被偷了，被暗杀了，兄弟，被暗算了。我操！今天大盘就这么马的吗？第一梭子总是打不死，还得再来两梭子。我今天有点对不起这些敌人，他们总是凌迟处死，他们总是在很难受的情况下死去。我给他希望，哎，这个人好有点马枪，我躲一躲，结果我又把他杀了，哈，这人好难受啊！这人，他们肯定在破口大骂，你要杀我，你一梭子把我杀了呀！那边的。等我这个挪了过去，给了我这么多希望，结果还是把我杀了，让我好难受啊！让我看一下这把怎么才能吃鸡。咱们先去海边吧，很简单，先把这个房撞了也行。只要先收集成任务，三个就人，没办法，我操！等一下，完了。一狗成双的话是。Oh no！一枪，
先打个药，打个药再去收集信息。就剩最后三个人了。这迷宫都可能给我认雷，所以我应该站外边。迷宫中肯定是有个人的，然后其他人全在外边。然后我海边刚刚可能有个人，这不是。先把可能给我扔雷的地方给他排了。哎。OK，这样确定那个地方没有人。虽然说还有很多地方可以给我扔雷。有病是吧？跳离我我这边肯定是有人的，这个气势方向。刚刚那个桥上那个人，正常情况下从那跑过来，屁颠屁颠屁颠，现在正好屁颠屁颠到黄。我盯着他，盯一会儿。喷了两枪怎么没喷死啊？一定要稳健刺激是吧？不是我两枪全喷身上了，这都不死，你说这找谁说理去？你们告诉我。没事的，没事的，下来了。我现在其实是很安全的，我现在。正迷宫的那个人在阴着。说理去啊！动都没动脚步。这么快就下来吧？我靠！我手速也太快了吧？我不是刚退出来吗？他都枪了。怎么这么快啊？我操！你这个老年人老不对老年人手速，也能把别人杀了的啊？这个老年人维克托。什么时候顶？你下来吧。他好像是在二楼，二楼阳台，二楼对面阳台，这个人直接上去把他宰了。哎，其实我跟他玩一会儿，我可以跟他玩一会儿的。我先把另外一个宰了，再去跟他玩。没事，别给我发也行吧。哎，别恶心，哎，等下再上一次，再上一次。这个上不了楼顶吗？这个。我先把另外一个宰了，另外一个在石头那儿。9.9倍买梦想，相信我。今天别圆梦去了。不好打，今天不好打。哦，元旦了，他们都放假了，快！哎，真炸不到！你为什么突然发爱心啊？从我脚下二楼这个，我下去把他锅了吧？那平底锅拍他吧，我感觉。在那趴着。Hello， 还扔个雷。哦，没扔到，算了，再去跟他玩一会儿。我感觉我要把自己玩没了，我再上个楼顶。在干嘛嘞，小朋友？在干嘛？不是，刚我看到这个老奶奶操作，我就感觉到了，这个人有点呆。这个人，我本来想用一个雷把他解决了的来着。哎，算了，那个雷居然没有炸到。等一下，我看我的评分是多少。真的老年人操作，这个小朋友。99.7，可以，能吃鸡蛋。下一把。